要做饭就得把这排气扇打开。小电锅快得很。郫县豆瓣爆个锅，加了郫县豆瓣就不用加盐了，然后把西红柿倒进去，全都炒到一起搞个汤，然后把面下到里边就齐活了。一个人其实就用这小电锅是最方便的。我现在这边的窗户也开着，连汤带水满满一锅，还有半个鸭子腿，我从冰箱最底下翻出来的，看，半个鸭子腿，啊，这吃了就暖和了，嗯，酸酸辣辣的，因为我加了郫县豆瓣。你又干嘛呀？我吃面条你也有兴趣啊？这你吃不了，这是辣的，酸辣版的，你吃不了。一看我吃饭他就来了，你看在这儿呢。卫生间有热水，我去把这抹布洗一下，顺便再提一桶水。顺便还打了半盆热水，可以泡个脚了。哎呀，真舒服呀，还可以泡个热热的泡个脚。那是开水，傻货，傻猫。还是有点烫。合适了，呜，舒服啊！要是每天晚上都能用这种热热的水泡个脚，缓解一天的疲劳。这是我那个洗脸巾，
早上洗脸，晚上用它来擦脚。其实这个我已经用了两天了，还是很厚实。擦完脚以后还可以擦地，哎，太好用了。电热毯插上。高档，我这样给你们吃，你们会不会营养过剩呀？营养膏你都不吃了，你真是好的吃多了。快来，你不是以前最爱吃营养膏吗？这小豆芽，你们俩是每天晚上睡觉前给我撒一把狗粮啊？啊，这姐俩也太相亲相爱了。小豆芽表示很无奈。小豆芽，他好像特别享受妙妙趴在他身上的感觉，暖和是吧？现在是晚上10点钟，外面是-2度，我车里柴暖开的1档，车里现在是20度。还插着电热毯，再冷的话就把柴暖开个3档、4档，不就烧柴油吗？没事，只要车里暖和，一切都不是事儿。啊，我这两天够拼的，每天都是2个视频。晚上剪完视频都在2点，然后早上7点就起来，好一天。今天是我在高速上的第5天。